你敢信？有个老六把石头放进土坑里，然后再倒上水，再用筷子插个洞，冒出来的烟用打火机点着，就会出现传说中的鬼火。我咋不信呢？我也来试一下。首先准备几块不要钱的石头，然后再挖个洞，再把石头丢进去，然后再往石头上浇点水，再给它埋起来，筷子插一下。哎，这也不冒烟呀，不冒烟的话我也点不着呀。刚刚呢，我又看了一下其他博主拍的，其他博主拍的用那种普通的石头根本就不行，我们全被骗了，要用那种专门做实验的电石才可以。于是我就花巨资买来了这种电石啊。这种电石呢，它的外表看起来和普通的石头啊都差不多啊，长得都一个样子，就这个东西它能点着吗？我真不相信。我们来试一下啊，把它放进去。听说只要输入蓝色妖姬就会出现蓝色妖姬的特效，我也来试一下啊。蓝色妖姬出来吧。你，我去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，真的出来了。先浇点水看一下它冒不冒烟啊。我真冒烟啊，我去，真的冒烟啊。买起来，这也不用插筒，自动就有烟了，快点一下试试。听说这个手势不能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，我来试一下啊。哎，还真的不行嘞，这为什么呢？我去炸了，吓我一跳，真能点着。我去，这什么原理啊，真的出现鬼火了啊。我用点水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泼灭啊。我去，扑灭！我去，越泼水越泼火越大，这太神奇了吧！我去！这什么情况？我靠！不能加水！我操，灭不了！这玩意灭不了！把它扒开了，它不灭呀？怎么回事？哦，它只要加水，它就会火就会越大。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能把这个火给灭了？给科普一下。